看一下荷兰政府的卑鄙行为啊！左边是我的手机，右边是我女朋友的手机，我俩没有出过北京，现在都在北京，然后我俩的行程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号。我是一个储户，我的手机就变成了红码，而我女朋友的就是绿码，就是正常的。荷兰政府真他妈的卑鄙！